手脱皮了，很惨，看起来很难看。先拿梳子。呀！先等我处理完。是磨平啊，不然的话它会卷起来，这个很卷，把它磨平。有没有擦吗？是不是看不出来？秋的形状，
觉，卷进去。好像做美甲后面长长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卷，会卡卡，是不会怎么样，就是会卡卡，就会有什么东西卡进去的感觉。变卷了很难摸，摸不到那个角。这个大声说爱你，这发夹用很久了，用很久了。最近每次直播它有出现，应该都是这个。拖太久才摸。因为其他枝我有剪短，但有的我没有剪短。小屋子超长。笑笑的红玫瑰，狮子有剪短，就是少了这一段。看到那个没有剪的差距。怎么样磨？就是让它不要卡到啊。就是没办法用剪的让它好看，就用磨的。
时候很懒就没有摸，就用剪的，就会丑一点，但反正大家也看不太懂。为什么会看得到？为什么会看得到？你们也看不出来我剪得很丑。其实食指的已经前面看起来是一点碎掉，我现在就是看它可以撑多久。碎掉，可能敲到还是干嘛，它就碎掉了。我就把它磨平。这个打算撑多久？撑不了的话，就先卸掉。撑得了的话，就是继续撑。这样睡觉应该是因为我剪它，然后它那个包起来的部分就被破坏掉。不错，我这个很像破皮，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剪吗？可以剪啊。他们都说太长的话可以剪短。保湿，通常都是开始干才要再保湿，
平常没有在擦，平常没有在擦护手霜。这粉色的啾啾牛。也不会擦了马上就有什么效果好吗？谢谢吉米说的可爱鬼棒。送的戳戳你，但我觉得常擦的人会越来越干，他会一直觉得手不滋润，但手根本没办法这么滋润。有时候感觉就是用手过度就会。越来越干的感觉，自己去这样弄它，就会觉得手很干。有那油啊，但是可以就是这样擦，就不要擦到会影响的地方，避开避开。水分会被带走，是不会了。因为刚擦的时候就会还很滋润，然后后面就会它吸收了，就是没有。今天很想睡觉，今天早上外面又在下雨。谢谢文森的戳戳你。今天是唯一一天想要继续睡的一天。都是睡到一个点就好像可以起来，今天就觉得想要再睡下去，没有睡满十二小时，应该快十二个小时。早上起来，对啊，前几天就是没有那么想睡。
上九点。今晚要好睡。明天是不是公演了？还没有意识到。我昨天我一直想到，礼拜五是不是要公演？今天礼拜四，明天要公演。明天要公演了，明天要公演了，没有时间。谢谢你好看，谢谢，谢谢十一的可爱鬼抱我。制作撤席，撤席。明天公演，大家。谢谢蓝色告白气球。谢谢山顶最山的那种，谢谢仅有的吹风机。明天上山，没事啦，最后一场大家有进来就好了。有进来就很棒。毕业生的最后一场，你要说是最后一场也可以啊。我说毕业生的最后一场，想就知道那个票很难抢，你们就是有进来就好了，有进来就很好啦，另类迁就了。可怕，你有哪一天是觉得不可怕的？我就问。我随时都会睡着。现在要补货吗？卫生纸，卫生纸没有拿。厉害哟！我会保护你。这个月晚上很可怕。谢谢花生的啾啾鸟。那进入黄神状态。气球，做什么可以提升？我现在要做什么才可以醒来？吃零食，吃零食，会不会饱困？
すき焼き、寿喜烧口味，很寿喜烧耶。日本带回来的零食，也有其他的。分量不多吧，20公克，20克，很少。寿喜是指寿喜烧，只要酱油大于那个洋葱的甜就好。口味的千层派，千层派，千层派是咸的，没有办法想象。牛小鹿，台湾的吗？巧克力换成，还有就是零食，我觉得寿喜烧基本上卖寿喜烧的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除非是那种小火锅做成寿喜烧。就是贵贵不贵而已，我吃过最贵的就是那个在星光三月楼上那个很贵的寿喜烧，超贵超贵的，是不是要万呢？我不知道哎。超贵，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菜单的时候就想说，这是什么个价位？有到不管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有100以下。
日币的。和牛专卖店是不是？すき焼き啊，双人7800，6300，一个人3000左右。那就是你应该没有猜。没有超过万了。他一个人要3000，真贵。但是是认真好吃啊，好吃但是很贵。但就是一个人一定要1000以上。其实真的是很偶尔这样吃一吃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行，但是是真的有在贵。想想我请刘晓晴吃的那个寿喜烧，好像600块还是700块，吃到饱，吃到饱，嗯。那摸摸款的大家没有很喜欢，摸摸 Paradise 很久没有吃那一家，给的柠檬片加糖好吃，刘晓晴说很好吃，但是我不行，很酸。很冰淇淋吗？不是吧？是吗？不是吧？这是之前的阿贝厂商。上菜有馒头来就没再去过。谢谢张馨予的告白气球，可以推荐好吃、便宜的给我。每次都吃一整盘，没事吗？你的嘴巴还好吗？可以看你的告白气球，感觉就超酸。
自己做，自己烧。不一定嘛，那买那个什么肉也是感觉很贵。安娘，自己买的话量可以两三倍，可是肉不是也一盘也要一两百块，再买个菜，感觉就也是蛮贵。懒得处理，懒得准备，还要收拾。谢吉米做的可爱鬼抱，不见了。洗那个锅碗。那个酱汁感觉很难洗，烤肉就应该要买那种可以丢的烤网吧，不然就不要买那种网的，就买那种条的就好了，条的会好刷一点点。中秋不知不觉又要到，中秋节是什么？九月哦。好像有听说中秋节，在日本的时候，我想说吃烧肉哎，好像中秋节要到嘞，在日本先吃。丢掉还行，对呀、啊，电烤炉自己负责烤完。你可以铺那个嘞，铺铝箔纸，锡箔纸，然后烤。今年中秋在9月29日，还很久。隔日会太阳。那你再铺一层嘞。再铺一层烤网，你再买一个烤网啊，但是下面还是会脏掉。烤肉便当是去年吗？我怎么觉得不是去年？才过一年而已嘛，我怎么记得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第一层会烤到明年中秋节，就是不能换一个网嘛，就是不要上面那个网，就 size 不对而已。
换掉，他本来负的那个换掉，换成可以丢的网子，就只是可能 size 会很不合，上面的网子会很大。不知道哎、欸，还那么久，我需要现在就思考吗？去陪人家烤肉的话，也要人家揪吧。反正大家应该比我还期待的感觉，我是觉得依大家的那个什么仪式感，就反正别人家烤肉感觉很热情，对啊。就想说为什么不是在你家烤？对，想烤自然就会有那个约出来，但没有也没有差。有人想要过中秋节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去找想办法过中秋节。那我就是一个有没有过到我也没有差，所以不需要想那么多。而且烤肉又不是一定要中秋节才能吃，错，但是中秋节会看到很多人烤，不会啊，你就会可以感受到中秋节真的到了，蛮受节日制约的，对啊，大家想烤就自己去烤好吗？不要一直逼我要不要烤肉，大家想烤就去找人家烤，不要请我为你们达成你们的愿望。整个月都在烤，对啊，大家那个烤肉商人，商业手法，中秋节，还有那种从中秋节还没到就开始在卖月饼。
啊，什么？提前预购？我们去烤肉才有照片看，你怎么确定我们烤肉你们就有照片看？我们烤肉也可以是很私下那种很 free 的，我们烤给自己看，没有要给大家看。我们可以烤，拍一个肉而已。大家应该也懒得化妆嘛，为了烤个肉还要化妆。想得美呀！你不拍别人也会拍，就是很吵，很吵。挤蛋黄酥。近几年吗？没有吧，一直都在很红吧。蛋黄酥有不红的吗？我看大家每年都有人在吃蛋黄酥。至少在邻居家前面晃。乱跑，不是蛋黄，不是蛋黄酥。你吃月饼胜过烤肉，月饼就是最胖的那个。关在房间看外面的家人烤，李采洁，他是有在睡。蛋黄酥整个不香，对，没有，就是整个月饼。他一直说他去年没有考到，他很难过。我们说为何他没有考到，他说他确诊。我们说哦，好像有这回事，根本没有人记得他没有来的。记得现在，真的是说没人记得，好像更难过。对啊，好像是，上次去吃烤肉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中秋节快到嘞。那我们上次中秋节是不是在家里烤还是干嘛？我们就讲。说对啊，好像在阿伯他们家烤。对啊，然后他说是吗？那个不是煮火锅吗？我们说不是啊，好像是烤，用烤盘，然后在厨房烤，然后在客厅吃这样。我说哦，好像有这回事。然后说对啊，不是什么大家在，然后李采洁就突然说他不在。我们说为什么你不在？他说他确诊。然后大家还要想一下才知道啊。啊，你那一天不在。啊，最想参加的那个人没有到。一定会跟，对啊，他有局他一定会到啊，啊，但是他偶尔都会有一些就是事情刚好卡到，让他没办法参与。
当然参加会生气，对他会生气。不然就是比如说今天干嘛，然后他说他家里家人要聚会，没办法去，他就会想尽办法想要逃掉家里的聚会，但是他终究是逃不出他们家人的手。他不够叛逆。看今天有没有为了他而办。只能他诅咒吧，只能他诅咒吧。吃烤肉的，我妈应该也是懒得再准备那些东西，除非有大家一起，不然的话他是不会想要在家里准备生火，然后准备材料，通常是要有一群人他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就说买夜市的就好了。不知道中秋节大家在干嘛，九月底也不知道大家在干嘛，说不定九月底又是一个出国潮啊，那大家跳完公演就没事，跳完公演握手会握完就没事。说不定有台风，也是台风那个什么时候都可能。就你10月去看本家演唱会，不是有三场吗？那个不是抽完了吗？还没抽完。他的解放，对啊。不然我也想不到大家可以去哪里庆祝，大概就是出国，出国。但九月开学的也开学了吧？虽然也是没几个学生的啦。谢伟的红玫瑰，开学还是可以自行放假，去年没有错。这是什么神奇的联名？九月还很久。日本的秋天，我觉得就是
夏天以外都很适合居住。看上了什么联名款？歌店跟铺马的合作，好迷的合作，很厉害。机票，你们有在管机票的吗？我看你们飞得很快乐哎。他丢链接到抖音，他其他的那个上衣看起来是没有联名，那看起来就是卖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有鞋子是。出现，但他没有写多少钱。哎呦哎呦，1650是多少钱？3600，0.223，3600。鞋子很可爱，是彩虹色，因为他们是七个人，然后就是彩虹的颜色，所以那个鞋子是彩虹色的，很可爱，而且没有很高调的彩虹，就是一点点彩虹的，很可爱，黑色也很可爱，黑色，其实我没有黑色的鞋子。我一直想说我要买双黑色的鞋子，真的，我一直想说，我以前在 TV， 刚进来的时候，我都是穿黑色的鞋子，直到某次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就只有白色的鞋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黑色比较丑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我有时候又觉得练舞的时候穿黑色好像应该也蛮搭的吧，但是。有时候又觉得白色好像是不是比较好搭，黑色有时候又觉得很重，我不知道。但是我以前是都穿黑色，但是你知道买白色就会舍不得穿，因为我这次不是去日本买了一双铺马回来，我还没有穿出去过，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穿出去，我真的是。舍不得穿，白色是不是就会这样子？然后这种联名款我舍得穿吗？我，那舍得穿吗？我是真的没有那么爱鞋子，所以要脏的话很快就会脏掉。舍不得吧？对啊，舍不得。我没有，就是。我没有办法相信我自己能让它就是白白。虽然我上次买的时候，买在那个 ABC 嘛，在日本的 ABC 嘛买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买那个喷雾什么，在还没脏之前就先喷的话，它就会比较持久，然后什么要刷的时候也可以刷的比较干净。我后来还是没有买。加购的部分，因为有很贵的鞋子，球鞋应该就是我最贵的鞋子，因为高跟鞋那种我都买便宜，没有买便宜的也有，靴子那种通常都蛮便宜，高跟鞋如果是在台湾买日牌就会有点贵，但是球鞋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有时候没有特价的话就是4-5千块。在一双的，就是真的都在贵，因为以前好像买 Nike 比较多，然后艾迪达也很贵，然后后来铺马有时候特价的时候就蛮便宜，就有买，趁特价的时候买球鞋，人都送的话应该会看吧，确实，但是还是会有点舍不得。黑色的话我可能会敢穿，因为黑色就是脏了就是
出来。其实这种是不知道好不好穿，是真的只能看图。但它看起来很像气垫鞋，很可爱，会想要摆着，你知道吗？其实地方有地方摆嘛，就是摆在那个洗衣机旁边的地方，有很多鞋盒堆起来，就是真的想穿的时候，我才会从里面挖出来。然后常穿的鞋子，我就会放外面。比如说高跟鞋那种靴子比较不常穿，就会收起来，收在盒子里。这件其实比较便宜，熊猫、爱迪达，我只知道 Nike 的那个板鞋还是很贵，看设计有没有很贵。但我其实好像不是一个适合穿板鞋的人，因为板鞋很硬。我每次去买鞋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压它里面那个鞋垫的部分是不是软，有时候真的是很硬欸，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穿那个跳舞。买透明塑胶鞋很硬，可是真的没有地方放啊。不然的话其实我有想过要摆那种可以放鞋子，但是是真的没有地方放。鞋垫是那个吗？好像 不太像，但是差不多，不是一样，但是差不多，有点像。先把前面凹成90度以下，但是太软的鞋我又不喜欢，就会有种没穿鞋子的感觉，所以就是我有时候就是觉得，我现在很常穿的那一双。也是别人送的 Nike 那种，现在超脏。超脏，有够脏，有在脏，但是真的很好穿，所以我基本上我出去穿练舞都穿的很鞋，那个 New Balance 那个跟紫皮一样的那个鞋子就比较少拿出来穿。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太轻了，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太轻了，我会觉得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会觉得我好今天好像没有穿鞋子。然后再加上因为它前面的地方没有防水，就是有一块地方是布，所以下雨天就不太敢穿，因为怕会袜子会湿掉，就比较少穿。走一走，对，走一走也可以。不是好的鞋子太轻，就是很轻，所以我有点不习惯，而且就是感觉它比较合，因为现在那一双 Nike 就是它很大，很大双，很大，很大一个，就是它的后面那个后面这个的地方有凸出来，然后很大，前面就是很大，整个型很大，所以我已经习惯了那个感觉，然后。突然合脚的时候，不会有那个前后差距距离的差距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哎，那个真的很可爱，刚刚在推特看，好跳舞的吗？我觉得 New Balance 拿来跳舞是好跳的，因为它是很轻，就是跳 Rumba 那种，很脚很累的话就可以跳穿轻的鞋。而且它其实比我现在那一双指滑，因为有时候这双很滑就，怕会跌倒。2019
纸滑，鞋内不太需要纸滑吧，基本上买的合脚你也不会在鞋内纸滑，除非你脚你鞋子买太大的话，不会在里面滑来滑去吧，脚有合脚的话。今天练什么舞穿什么结束，偶尔会看，但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就是穿那个 Nike 去，很脏的那种 Nike 去，但那一双唯一的缺点叫做它的鞋带很容易掉，有点觉得很烦，因为它是圆形的那种鞋带，不是那种扁的鞋带，圆形的很容易掉，所以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鞋带很绑起来马上就会掉的。袜子粘不住鞋垫，那换双袜子、啊。圆形的鞋带，或是就把鞋垫换掉，因为有的鞋垫是确实是蛮滑的。穿鞋跟光脚跳舞会有很大的差别，穿鞋还是比较安全的、啊。绑两个结，但是圆形是真的两个结也在给你滑滑。粘绑鞋带可以试试看，我以前都会穿那种魔鬼毡，真的要粘的。我偶尔还是会觉得，啊，是不是可以买魔鬼毡？那些很难买到魔鬼毡吗？是不会啦，还是有人在卖的。真的很可爱，好久，9月1号，9月1号只是预购，甚至还没有写什么时候出货。好酷哦，它有分鞋带，有7个颜色的鞋带，好酷，像夜手环。怕魔鬼的声音？我不怕、欸，我不会怕魔鬼的声音。不是应该买彩虹色鞋带自己穿吗？不要再彩虹一点，真的是太彩虹了。哦，它原本是白色的，本来是给你白色的，可以让你换。我想说，它下面的那个角色的预览图，每个人鞋带不一样，我想说是有分是不是？然后刚刚看有分的，但白色还是比较。不然要换的时候很麻烦，在那边穿鞋带是史上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分三组时，鞋子上的缎带一样，对啊。不会去试，也很麻烦啊，要再拆掉，然后要试，然后还不一定会成功。
鞋带是鞋子的门面，换个色感觉不同。对啊，但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空闲去换，跟他换那个鞋带。换的话，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很可爱，谢小林的可爱鬼嘛，就是那种从这边绑这样很可爱，然后用那种可爱的颜色的鞋带。但是我的鞋子是真的有在张嘴，有在张嘴，就算换了鞋带，就会变得鞋带很新。那个是已经就是他穿久了，所以他那个鞋子都会有那个皱褶，那皱褶真的很丑，但是还没有换。然后有一双普马，其实还蛮新的，白色看起来还蛮干净，有维持的蛮好，但是破了，就是。开口笑，然后开的有点大，可能是因为放了一阵子了，就是它本来只是前面开开的，然后后来就可能又放了有点久，然后它就越破越大，然后就已经这边已经快要掀起来，然后就一直没有丢掉，那双鞋子就一直放在门口。我可能想说要不要拿那个三秒胶把它粘起来，不然的话它其实看起来比我现在穿的那双还要新。的话，其实那一双鞋蛮好穿的，说，就是它坏了，它感觉我买没多久它就坏掉了，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穿的，是我穿的问题还是是它的问题？想过买一样的来穿吗？没有哎，因为。我就换，因为现在那一双就是穿了蛮久了，它看起来是没有任何要裂的，但是现在那双，那双普马有点，就感觉可能是我前期都只穿它嘛，然后因为练习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怎么说，就是要往前。就是脚尖的部分会比较过度使用，然后它的脚尖就从前面这边就是有点掀开的，就是这边掀开，然后这边就有个缝，然后就可能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它好像有点拨开的，然后想说，然后就后来就比较少穿，然后就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不穿它。然后就拿出来看，就发现，它好像坏掉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那天，她就说什么她的那双鞋很脏啊，说她还是她穿这双，然后她就穿上就会说，可是我记得那双鞋好像有点开口笑。她说哦，有吗？一点点而已，还好吧。我说好，我记得好像不是还好的程度，旁边好像开蛮大，然后她就在。哎、欸，你这样还留着呢？是真的，好像破门了。那个裂的有点大。不是啊，因为反正我现在还有其他双鞋子，所以
31送的僵尸手套。现在的词是会很在意的，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基本上我的鞋子都会买到25公分，但有时候呢就是会24半。然后呢上次就比较神奇的是我在日本买的那双24号，我买了24号，然后就会想说，所以我买鞋子到底是买什么材质？但是我记得印象中我都一定会24半起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双就是24号好像就可以，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问他说有没有再大一点的鞋子，我就说那就24就好了。因为25有时候会太大嘛，然后24可能会太小嘛，所以就24半这样折中，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24半比较小的情况发生，那个就是，所以我就说网购就网购真的很难。男装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大的有的鞋型，我就看鞋型，有的鞋型很硬的话，我就觉得那不如就送大一点，因为就是硬的鞋感觉就很容易痛，所以硬的鞋我就不会买20号。会买到25，那种半鞋，但是运动鞋的话就可能折中选个24，但我不会买到20，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与其小穿不进去痛，还不如大一点让它松松的，所以通常不会选到20。买大一点的话，鞋带拉紧就基本上还是可以穿。但有时候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后脚跟很低的地方，然后脚跟就会一直这样，很容易滑出来的时候。有的鞋子就是它后脚跟那边做的很浅，然后鞋垫做的很高，然后就等于你后脚跟只有这个一点点可以塞在那里面。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容易脚，很容易鞋子会不见，就是跳一跳鞋子就会不见。大家增高垫直接当拖鞋，就是可以穿，不过脚那个空间不太舒服，松松。其实看的话看不太出来，看不太出来。但真的有那种鞋子，就很容易会跑掉的鞋子。没有袋子，失败。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背套，但是它没有提袋，我就觉得没有提袋的背套需要它干什么？
那种星巴克的那种纸的那种，给你拿来防烫的那种东西，需要那个吗？再多条绳子不好吗？而且它看起来是拿来装人影的、哦，超不需要哎、欸，好不实用。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个提袋？背带不嫌多吗？背带哦，背带就是可以，我觉得背带就是好携带比较重要。嗯，因为我现在就是剩那个很大。毛毛的史努比的背头，超大一个。然后后来姐姐送了我一个背头，但是它那个可能偏小，然后就是基本上饮料放进去它就是会卡住，就是很难符合那个饮料杯的 size， 然后每次都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没有办法好好装进去，我就觉得很不愉快。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如果大家看以前那个饭牌，可能会看到以前用的一个史努比的绿色还是那个的杯套，那个我记得是粉丝送我，但是他某天就是我至少也用了两年左右。但是他某天就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很棒，就是基本上哪间手摇饮都是会刚刚好可以装进去的。但是呢，不见了，不见了，真的丢了吧？对啊，我就是不知道丢去哪，真的是因为。能用两年才不见，我也是觉得我背套的就是使用率是没有这么容易弄丢，但是后来是它真的不见了，不知道找不找得到、欸。可不可以可以吗？它的杯子比较胖，我记得可以，我记得它。基本上都蛮合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有点，就是会有点很微妙的，好像有装进去，又好像没有装进去。我来看看我最后一次拿那个，应该也一阵子了。因为你就会发现我最近没有杯套，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适合的、好用的。喜欢的背头，可能是因为现在那个蓝色的它很宽，就是很长，然后放进去就是它有一半都是那个背头，因为天气热嘛。你说史努比的话，可能是因为天气热，就是。有点太大了，以前那个好像再小一点，而且白色就会容易脏，偶尔用一下这样，而且有毛毛的就代表比较难收纳，因为就是它怎么收它就是很大一个，就是毛毛会脏喷喷，可爱型的还是实用的，能可爱的话就要可爱。但可爱还要实用，我就是要两个都要，我两个都要。怎么了？我两个都要，实用不可爱就是不合格，就是要可爱又实用。我想不到是不是很久没有用了、啊。
会滑到那么前面都没有可能。谢谢小绿的爱的远航。怎么突然就找不到？送一颗星。我有这么不常拿手摇影出来吗？要找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我手上都没有出现。我看到他的影子了。影子，而且我手上为什么有两杯饮料？他不见了，他不见了。我真的很爱用他的说，他就不见了，他怎么可以不见？害我现在用一个很难用的杯套，很不快乐哎。就是有看到他好像有装进去又没有装进去的那个感觉吗？就是好像很塞不进去。穿冰霸杯，你觉得我会带冰霸杯出门吗？不会。我会回吗？豆粉的话我会回啊。豆粉的话我会回啊。虽然等我看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阳光是锁粉团，对，因为我就是懒得在那边开开关关，所以一直都是粉团。豆粉是唯一我可以直接回你们讯息的地方。放手摇杯进去，豆粉瞬间好方便。
对，毕竟它就是个公开的可以回复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是要不是 IG 不能回，那个留言的地方也可以回一下。会解锁回复功能，就是这个啊，而且它上面那个到底是什么？这个一粒一粒的是什么？你看它没有那个提袋，很不贴心。的话是方糖，可是他那个饮料怎么看都是冷饮，他那个饮料怎么看都不是热的。放下它，这个很可爱吗？不是，你要看它旁边那个，很可爱，星星。可是它的星星确实没有到那么彩。还有就是蓝色、深蓝、粉红色，它少了什么颜色？红、橙、黄、靛、蓝，少了靛色，才能在直播上。所以现在有人还在这么乖遵守，我都不知道拿出来几次过。场名的部分。要找日版，虽然我觉得我以前用的那个也是台版的吧，那个怎么看应该都是台版。真的有人还在这，我都这样哎、欸。我只会遮那个店名，那个什么什么店这样。反正没差，就比较好找。但是如果能找官方正版的，就请给我正版，因为虾皮感觉很多杯套都是。随便印，随便印。我想要正版，如果是都要史努比的话，就请给我正版。对，无授权，我真的觉得太多了，虾皮那种，虾皮太多那种随便印、客制化那一套。
找到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送就好，自己手工。我不要那个很大袋的、哦，不要背套，不要背带哦，背套。可以，如果怕不喜欢就多送送。这是有的，有几个看起来真的是装不太进去。有几个看起来是真的装不太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太厚。确实，他那个赛事很难找。啊，这个很可爱，这就是正版。谢谢杠尾的啾啾牛，真的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会，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他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到了那个毛茸茸背后有个大一个的。好丑，这是好丑。只能看起来，结果是卖很，这看起来是假的哎、欸，这看起来是假的，好吧，看起来很可疑。68块，怎么那么便宜？68块，68块会不会太便宜？现在饮料都比这还要贵，哎，真的有，这是什么冰霸杯的 data， 好酷、哦，我是不会用的。冰霸杯，冰霸杯带这个出门不觉得很不方便？我找到了那个一模一样，我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背套，我找到一模一样的，162块，可是这样所有大小都可以用，所有大小都可以用。你说冰霸杯吗？只要放进去就好。这样子也不用找。什么意思？什么是独角兽骷髅头？啊，没有是那边。不用，还要分尺寸。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尺寸。好，它没有写。
高十公分，宽十一公分，但最好是看穿。试用500到700，750。压根就没有什么人在出黑桃，神奴婢。今天吗？今天还没有吃。我你想象一下。饮料店联名也只出杯子，可是刚刚不是有看到杯套，还是我看到假的？牛仔的，那就看看。杯套买一个就丢一个，其实陈思雅感觉是，我看他好像也很常换，嗯，晚上是什么？没有想过哎，便利商店。是不是没了？1011，那是史努比，很可爱。手摇饮合作。很可爱，可是这个有吗？网络上有吗？看得早，我只是说这个很可爱。谢十一小号桥，监听耳麦。就这样，不然就买一样的。其他的实在是看不太出来。台湾的吗？应该是台湾，都是台湾。从日本运一个杯套回来，好浪费哦！听起来好奢侈，听起来很奢侈。
色不容易脏啊。没看错的话。你就买了，来听新歌。运费可能超过北塘，可能是哦。下班啦，多次会喜欢，会喜欢。吃完了。拿什么礼物？如果有，大家有送到公司，可以跟我说。现在又这样吗？对啊，粉圈都在转号的，谢谢大家转发。
较难跳吗？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很难。其他的很快，就是前面，这个手不是很听话。好像是同个编舞老师，所以很像。听说这个是还一定要 win， 但是因为那个节目出披露的那个画面看不太出来，所以不知道，连表情也要删。还是很丑耶，脸会很丑。而且我一开始一直比这个，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哪里怪怪？然后再去看啊，这样子。记得画面有在那，因为我只有看到它有扎，跟后面有扎，但是其他人我看不到，带到其他人有没有扎。排名啦，各位。片的第十名是文森跟花生，谢谢。九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八名是嘉俊，谢谢嘉俊，谢谢。第七名是阿德，谢谢阿德。第六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五名是蓝原则，谢谢蓝原则。第四名是小林，谢谢小林，谢谢小林。第三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有抽到。第二名是十一，谢谢十一，感谢。第一名是小绿，谢谢小绿。谢谢大家，明天是公演，手牵手公演，礼拜日也是手牵手公演，礼拜日
是不是有线上？礼拜日线上没办法到现场的，大家可以收看线上，就是这样子啦。Bye-bye.